忘了，这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忘了。这不是麦朋友，我看那朋友，哎，嗨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你好，认得我吗？得两年前了吧？嗨，都老朋友了，你来来照个相机。放记起来没有？哎呀，我要玩这个。那你没记起来，合什么照啊？刚才。我以为你想起来了呢，你再想想，你再想想。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，来看那儿，来先跟那边打个招呼。哎，哎，怎么是你？喂，每次都是打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你一个人过来今天？十二个人过来，十二个人，一见大不怪。哪儿呢？哥们都哪去了？啊？这还那么会开玩笑，记得我吗？有印象吗？哎，想想想想，这哥们也超能忽悠，老朋友了，你还记不起来？是吗？哎，你忘了，人也是演员，好不好？想想，但真的不是我们朋友。那次吃饭你喝多了，600块钱半年无理取消嘞。不是，那次一起去那个健身，记得不？去酒吧你喝多了，你结账的时候你接了个电话，你回头你居然走掉了。完了，你碰到对手了。真会。你没怎么样，就欠了人家600块钱。找冰凌，你女朋友呗。十二个人呢，不给我介绍介绍？你兄弟介绍一下吧。啊？打电话呀？啊，行行行，我给你记下电话了啊。认识我吗？忘了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哎，我们认识啊。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最好玩的游戏是什么吗？哎呀，你太聪明了，来来，不要。真的，来来，我测量一下啊！来，我们来，我怕你摔倒，咱们这段就别录了。三二一，走！来，你扶着我，扶着我的脖子，哎，对。